2017年9月20日，来到司马库斯的神木群，现在品尝是神木群拉会议手煮咖啡，哇，好棒哦！你看后面神木群，我们的团员，你看多棒啊！哇 ，surprise！ 幸福台湾微笑澎湖，旅行遇见新世纪，幸福新世界的小编 Steven 在司马库斯神木群，我们的饭团午餐，还有神木咖啡，无价，好棒哦！看一下整个我们的神木，哇！咖啡香不香？好香哦！香哦！这比较粗哦，它那个太多了，真的放下来的就太多了。之前那个很细嘛，现在那个发展慢。